时候来驻村之前有一个比较大的人生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我在台南长大，这次回来台南，虽然不是台南市，是咖喱家里，但也是台南。我那个时候其实有心情有点复杂，我到台南，可是却又不是我那么熟悉的地方，然后每个人都问我说你从哪里来，我还跟我朋友讨论是说为什么我这次会来这边驻村，我都觉得很奇怪。我说我朋友给我一个答案是会不会是台南在召唤你回来。我就在想，对吼，落叶归根，我那时只想到落叶归根这四个字，我可以把落叶贴在上面，落叶也是我在寻找的，因为非常多落叶可以做。那我尝试很多种之后，发现最好做的就是菩提叶，就菩提树的叶子。园区就有好多棵菩提树，所以前面两个礼拜我就每天都到园区那边捡树叶，然后就开始制作叶脉。会比较复杂的就是因为要不要跑这个有很多的限制，首先它要很薄，然后要透光，所以我剪的落叶呢又要经过肥皂处理才能变很薄，然后透光还可以贴在上面。回去，如果你正常放才一分钟半而已，非常短。可是我做很久，因为你才发现胶片真的还蛮长的，大概50尺左右。那这个部分会跑很快，就是它的画面会很快。那所以我后来还用其他的设备，就是让这个胶片用不同的速度呈现出来。像有光桌，就是静止的，也有旧式的幻灯机，也是它每一张每一张又有自己的速度放。这边有一台是旧式投影片机，它就是可以投影出来那个照片在跑的那个过程。所以这次主题就是我称为这个作品叫落叶归影，就是跟落叶归根是结合在一起的电影。